没有这么红过。我们新竹，你要不要？你要去参选啊？哦，这样我想，我不要再火了。对对，上次阿苗就是说，乃瑜你一定要选择说，然后重点是因为阿苗讲的话大家都会信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就后来变成是乃瑜在广告宣布参选。哪一区？太夸张了！现在连我都要帮你联署了。没有，我要说，乃瑜没有宣布参选，我只是说以他的条件来选，一定会当选。谢谢阿苗帮我的证，全力支持。大家不要误会啊！大家不要误会啊！不要。萧敬腾会说跟杨宝桢同一区。那个不是 Grace 吗？是 Grace 不是你讲的 ，Grace 是跟陈志涵。哦，是陈志涵，哦，是。啊，我搞错了。这个才是那个造谣仔。趁现在快跑！如果我要从政的话，我要创党。拜拜，好，拜拜。动保党吗？我要被人家弄走了，被人家弄走马尔济斯党。我现在有个超级好消息，奶球在门口了，嘿嘿嘿，我的 BB。待会来可以，他自己来这里。哦，不是，我妈把他送来的。奶球从南港自己逛过来，我猜你怎么这么聪明，沿路闻我的味道吧。高智商，你应该叫他姐姐在哪？姐姐在哪？你要叫他现在听起来有点恐怖。高智商吗？基斯。好，麦要换吗？拉过去。麦不用换，拉过去。哎，婷玉，你可以去门口把奶球接进来吗？哎，等一下，好像也没广告了，好像也来不及了。没关系，等一下好了，好可惜哦，不然就让大家看一下我的奶球。做宽。